十年寒窗来到上海，考进东华，这里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在这里有许多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老师们，在他们的指引下，在知识的海洋里探索真知，编织我的梦想。东华遵循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与成才为中心的办学理念，东华用过硬的学科实力撑起事关国家发展战略的顶天事业，东华用不懈的创新追求扛起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立地项目，在航空航天、国防军工、建筑环保、新材料等前沿领域，无不闪耀着东华智慧。70年光阴，他步履铿锵，带领着华纺人、纺大人、东华人不懈奋斗，始终站在时代发展的潮头。1951年，新中国第一所纺织高等学府应运而生，以交通大学纺织系、私立上海纺织工学院、上海工业专科学校纺织科三所院系合并成立了华东纺织工学院。1985年更名为中国纺织大学，1999年更名为东华大学。改革开放初期，学校科研攻关高速纺项目大大提高我国化纤产量，助力解决老百姓穿衣难这个国际民生难题。今日的东华大学，作为教育部直属国家211工程、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以高水平学科建设统领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全力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学校拥有6个博士后流动站、11个一级学科博士点、3个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29个一级学科硕士点、17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59个本科专业。1990年以来，学校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12项。1985年以来，学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技术发明奖和自然科学奖近50项。新时代，东华大学深入推进人才强校核心战略，逐步形成了两院院士、国家重大重点项目首席科学家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科领军人才和青年学术英才在内的高素质创新型教师队伍。多名教师和团队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国家级教学名师及教学团队、教育部海外名师、全国优秀教师、全国高校优秀辅导员等荣誉称号。优秀的文化源于历史孕育的优秀传统，学校秉承崇德博学、励志上实的校训，弘扬和践行积极向上、爱校荣校、崇尚学术、追求卓越、敬业奉献的东华精神。在这个有温度的校园里，无数年轻的梦想在这里扬帆起航。东华呵护每一颗创新创业的种子，在东华这片梦想的沃土上，以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现代服务业为特征的科技创业项目和以文化艺术、媒体、设计、新体验为特征的创意创业项目正不断涌现，硕果累累。东华护航每一段追逐梦想的旅程，东华学子在各大国际和全国性赛事上捧回一座座沉甸甸的奖杯。东华给你一个与世界对话的舞台，为开拓学生视野、提升学生素养搭建国际化平台。今天我们站在新的起点上，以奋进之姿态建设奋进之东华。
为共筑全面实现国内一流、国际有影响、有特色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东华梦，而砥砺奋进。